本台消息，应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邀请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，赴圣彼得堡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，并举行中俄总理第24次定期会晤。李克强总理夫人陈红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离京。